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tthew， 欢迎大家收看高达作品杯面级评鉴。正如系列名所讲，这个系列将会以一个杯面的时间为一套高达作品作出评鉴。废话少讲，现在就即刻进入评分时间。明明的 OPED 一向都是大家所吹捧的元素，而确实我自己都很喜欢，直到现在我仲成日听紧 Daybreak Spell， 因为大家大赞原因应该都离不开 OP4 的那些裸体噶啦。至于玲玲的 OSD， 其存在感同我一样非常之边缘，缺乏个性，咁所以玲玲音乐我会俾7分。古语有云：机设做得好，买胶冇烦恼。而就玲玲嘅买胶情况而言，玲玲嘅机设有几成功，我就唔使再多解释啦。但就我个人而言，我认为玲玲第二位机设始终都有啲核突，所以要扣分。咁所以玲玲机设我只会俾7分。作为 OST 辐射的对象，战斗场面有啲咁嘅 OST， 战斗场面真系冇好精彩。第一季还可以，第二季就完全系战舰战。除咗玲玲嘅神棍识输出之外，其他三位完全沦为 support。面对咁样不平等嘅待遇，玲玲嘅战斗我只会俾5分。玲玲的角色应该是在众高达作品中最多元化的了。玲玲入面有人造人、伪娘、多重人格、骸骼、电波男、外星人、强化人等等等等，而每一角色特色十足，气氛充足，内心描写充足之外，玲玲的角色亦留下了很多的梗，例如我是高达、新人声优、古谷彻等等。如此成功的角色塑造，我亦都只可以给8分，表示尊敬。根据我非正式的统计，玲玲出现全裸画面的次数是众作品之冠，因此作为一位绅士，我只可以给10分。唉，讲笑啫，讲笑啫。玲玲嘅中心思想以沟通解决问题概念，几成功咁贯彻咗成套作品，而前期亦有埋下足够嘅伏笔，为后面嘅剧情作出铺垫，令剧情变得比较合理。可能你会觉得故事会有啲老土，但无损我对玲玲剧情嘅评分，因此会俾8分。今期高达玲玲嘅评分为7.5分。如果中意呢个系列嘅，记得俾 like 表示支持。有兴趣嘅话，亦可以 subscribe 或者 comment 留低意见。今集就到啦，我系杯面得啦，拜拜。你條片自然連2分鐘都冇嘅，哎，試下啦，再睇一次個杯面咪得咯，upload。